佛法跟世间法同一个道理，真正参透了，世间法原来就是佛法，事出世间不二，这个就对了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 圣人虽多，如果跟整个世界这些人口比例，那还是太少了。还是如真如锐呀。真锐是稀少，不能遍满国土。如众星微尘一样。这叫凡夫之多。 迷摄自性的人太多了。下面我们看，又居虽同，而所作所办呢，则迥然不同。这两个世界对比，我们这个世界，凡圣同居土里面的凡夫，天天干什么？造业。 造轮回业，造三途业，他真干了。极乐世界那一边呢，虽然是凡圣同居土的凡夫，下三品往生的，业障习气还很重。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上学去了，每一天佛菩萨给他上课，教导他。他除了这桩事情之外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到极乐世界不需要工作，那儿没打工的，各行各业都没有，就是教育。 阿弥陀佛是校长，诸佛菩萨都是教授。去上学去，除这个之外，没听说极乐世界有上殿，没听说极乐世界有政府，那叫没听说政府的，就是叫没有国王，那天上有天王，极乐世界没听说。 有代王没有？极乐世界只有佛，只有菩萨，菩萨阿罗汉都是学生。那么我们就想到，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好像诸佛如来共同办了一所佛教大学。 请阿弥陀佛当校长，设法诸佛菩萨常常到极乐世界去上课，是这么个地方。你在那边学习，等到毕业了，毕业就是证得圆满菩提了。 那不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，是你自己证得的。证得之后，你在不在极乐世界了？不在了。你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普度众生。 帮助一切跟你有缘的人。你像观音菩萨一样，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现什么身。应该教他什么法门，你就教他什么法门。众生
爱好不相同啊。啊，可是到最后一定是倒归极乐。华严法华是带头，到最后给诸位说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通通都回归净土。怎么知道的？华严经上看到的。你看，往生华藏世界的那一些菩萨罗汉们，他们所修学的是各种不同的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学的不一样的，最后通通到华藏世界。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啊，肯定是接收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，跟着他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。彻悟心性，证得圆满的佛果，在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那边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呢，看到极乐世界的殊胜了，看到佛法的大圆满了。所作所办的迥然不同。啊，再看下面文，按要解义。啊，这个要解里面所说的，啊，意趣，此土凡圣之同居，训于极乐者有四。啊，比不上，训是比不上极乐世界。啊，至少有四种比不上极乐世界。第一种呢，赞同，此土小乘初二三果，证阿罗汉呢，便入极灭。他没证阿罗汉之前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都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，啊，人间、天上。他证得阿罗汉呢，就走了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到四圣法界去了。啊，所以他入极灭，入极灭到四圣法界去，他就不跟我们同居了。啊，所以跟我们同居的只是初二三果。啊，大权菩萨度生极尽，便不复实现，啊，他也走了。大权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他有两种方式跟我们同居。一种是应身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也有父母出生，啊，在这个世间住几十年，那都
他那个身是实在的，他不是业力。啊，有缘的众生等着他得度。啊，那么这种人没有了，他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，应该所度的众生全都度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他就走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79岁就走了，不再跟我们同居了，所以这个同居是暂时的，啊，不是究竟的。故于此土凡夫，只是暂时同居，非究竟也。在彼近同居，啊，同居土，则可与诸大菩萨聚会一处啊。直到成佛，这不一样。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升到那里去，即使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你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天天在一起，啊，一直到你证得究竟的佛果。啊，他们回归到常寂光，就不再同居了，回归到常寂光。啊，回到常寂光之后，如果极乐世界同居土里面这些人跟你有缘，你又会从常寂光回来帮助他们。来去自在呀。啊，佛度有缘人的。缘有两种。有善缘，有恶缘。不论善恶，只要是有缘。他肯接受佛法的时候，你自自然然会现身帮助他们，啊，成就他们。这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二呢，难遇。啊，虽有圣者现居此土，但不易见闻亲近。真的，我们这个世界有佛有菩萨有阿罗汉住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凡夫不容易见到啊，没有特殊的缘分见不到啊。啊，这是事实，我们都应当明了。啊，而在极乐，则皆如斯如有。朝夕同居啊，这就是极乐世界不一样啊。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你跟这些圣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啊，亲近不离开啊，啊，这些人。确实是老师，也是同学。啊，
极乐世界的老师是阿弥陀佛，他们到极乐世界帮助我们，等于是使助教的身份，我们可以朝夕同去啊，不是短暂的，生活在一起，学习在一起啊，极乐世界的工作，你没有成佛之前你都在学习啊，他会帮助你。这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三呢，稀少，这个世界圣者如珍如瑞也，稀有难逢啊！哎，我们这个世界呢，为什么这么少？这些与众生的业感，才是真正的原因。众生好善，好德，这些稀有难逢的人呢，你会遇到，他会教你，如果你对于伦理、道德、圣学不感兴趣，对这个世界财色名食睡、名闻利养，对这个东西感兴趣，佛菩萨就不来了。佛菩萨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啊，这是造业。你喜欢这些东西，也有人来加持你，来帮助你。什么人呢？妖魔鬼怪啊！诸位读楞严经就晓得了啊，妖魔鬼怪这四大类也，他就喜欢这些啊，他就来了啊。你虽然呢得到一点小的快乐，你自己认为是快乐啊，实际上是刺激，那不是快，不是真正的快乐啊。我讲经是常常把它比喻吸毒啊，世间五欲六尘的快乐就像吸毒一样啊，那是刹那很短暂的刺激，后患无穷啊，苦不堪言啊，那不是真乐啊。啊，这是世人迷惑颠倒啊，所以圣者到这个世间来，机会就很少啊。这个世间有几个善人呢，好学的呢，他回来，他来的时间也很短暂，哎，来教导这个有缘人，有缘人学得很快啊，稍稍学了上轨道了，哎，他走了。我们想连沾一点光都沾不到这个里的道理要清楚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没发心呐。真正要发心学习，这个佛菩萨他就要常住啊，常住实现了啊，自己还是贪图名闻利养，他当然就早走了啊，他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留念都没有
啊，他的现身我们知道，人家正得清净法身。啊，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都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就是普门品上讲的三十二应，啊，通通有这个能力。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现佛身。啊，原教初住就现佛身。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啊，他住在哪里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跟他是一体，于是他住哪里？所以，无论什么处所，无论什么时间，只要有人真正起心动念，想学佛，他就实现。啊，我们每个众生要知道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终。啊，无时无终的空间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的这个空间。啊，时终是讲时间，这个时空就是法身，这个时空就是见性的人。他的心得啊，就是他的法身，所以法身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啊，任何众生只要有感，立刻就应了，他没有来去，就在现前。啊，所以大乘讲的即在当下，这句话是真的，是真话，就在当下。没有过去未来，没有此界他方，时空都不存在了。迷的时候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有时空，觉悟的时候没有了。菩萨在《白法明门论》里头把这个事实真相已经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时间空间在白法里面是不相应心法。啊，所谓不相应心法，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啊！啊，是个抽象概念的。我们要认识清楚，要认识明白。啊，菩萨在哪里？就在当下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我们也没有离开过他，只是我们迷了自信，见不到。如果觉悟自信的时候，那你就晓得没离开过。而极乐在其中多有一生不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二生期说。这一段是弥陀经的经文，佛说的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圣贤之多，啊，是大圣呢，不是小圣呢，一生不处。就是像弥勒菩萨，像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将来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缘尽了，他就退位了，就回到常寂光了。
观音菩萨就接替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。观音菩萨的缘尽的时候，回长吉光了，大势至菩萨就接观音菩萨。所以那个世界只有正法，没有相法，也没有末法。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佛法运呢，有相法，有末法。极乐世界没有。极乐世界永远有佛住持，一个接一个。你看我们这一次，释迦牟尼佛入灭了。底下一尊佛是弥勒菩萨要来成佛，什么时候来呢？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，56亿7000万年之后，弥勒菩萨才来。当中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世间没有佛，没佛教，可怜的众生造业。佛菩萨还是慈悲。有个代理佛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代理是谁呢？地藏王菩萨。现在是释迦佛的末法时期，地藏菩萨已经上任了，已经在代理了。地藏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要知道，孝亲尊师，只要众生真正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他就有缘遇到圣贤。如果没有这个心愿，他一生遇不到。纵然遇到，也是刹那就过去了。得不到圣贤教诲呀！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心态多么重要，心态决定一切。事出世间法都没有例外的。那么极乐世界既然是一生不出世等觉菩萨，这是菩萨地位里的最高的，再向上就是究竟圆满佛了。这样的人多到什么程度？没法子计算。只可以用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阿僧祇是单位名称，印度十大数之一。多少阿僧祇啊？无量无边。何况等觉以下的更多了。舍利菩萨、舍行菩萨、舍回向菩萨、舍住菩萨，不知道有多少啊。这些人全是阿弥陀佛的学生。等觉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助教。实际上阿弥陀佛天天不离开你。每一天亲自给你讲经说法。你看这么多等觉菩萨在旁边帮助你，你怎么会不成就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亲近一个小乘须陀洹，这种缘分都没有，都找不到。在极乐世界
清净等觉菩萨这么多。啊，不要看别的，单单看这一条，我们就应该死心塌地去求净土。啊，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决定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如果要不去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烦恼习气断不了，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想到轮回的可怕，那就应当学盈科法师。啊，舍了这条命也要求生净土。能不能成功啊？盈科法师给我们做了示范。啊，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三天之后阿弥陀佛真的带他走了。再看第四，所作不同。在此处，圣者贤有甚欲，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同居处里面的佛菩萨虽然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他所居住的，这常说的好啊，境随心转啊，他是明心见性的人啊，所以他自自然然，他那个居住地方就是十报庄严土，他把它转变成十报庄严土。我们跟他同居在一块，我们是轮回心，我们所看的这个大地是秽土啊，六道里面的秽土啊，我们心不干净的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，境随心转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有灾难的，他没灾难的。无论在哪个地方啊，他所居住的地方确实像极乐世界一样。啊，他的宝土，无量珍宝所成，绝对不是泥沙。啊，树木花草也都是珍宝，永恒不变的，不像我们这边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四季有变化。啊，菩萨十宝图里的没有变化，一切万物是随念化现的，化身。那么这是所作不一样啊，这些圣者都在教学而众生轮回于六道，生成无定轮回心，造轮回业，受轮回报，这肯定的。
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想的是什么？念的是什么？说的是什么？造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一反省，你就知道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什么叫罪？什么叫业？我们所想的、所念的、所造作的，跟自信完全相违背呀，那就是罪业。贤首过思，在《望境还原观》里面，把信德归纳为四条，信德那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说，说不尽的，归纳成四条。这信德的四根柱子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能不能跟它相应？第一条，随缘妙用。我们是随缘了，我们不是妙用。我们随缘其用，全是烦恼，全是罪业。啊，把随缘的时候，统统用作轮回了，啊，轮回心，轮回的念头，用错了。啊，妙用是什么呢？随缘里面缘离妄想分别执着就妙了。啊，随缘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佛。有妄想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；有妄想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是阿罗汉。我们现在全都有，随缘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是六道凡夫，这就不妙了。啊，我们做的跟他相反。啊，第二条，威仪有责。啊，那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所表演的都是给一切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这是佛菩萨。啊，把什么东西表演出来呢？把伦理演出来，把道德演出来，把因果演出来。啊，把诸佛这个教诲
演出来。为人演说嘛，也是表演呐、啊，做出好样子给人看呐、啊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这第二条啊。啊，第三条，如何制止？啊，这是讲我们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的态度啊，要温和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，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众生，他显现的是什么样子？自私自利啊，暴力色情杀盗淫妄，他现在在演这个啊，你看他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，这不得了啊！这与性德180度的违背。那么换一句话来，这一种造作，肯定引发世界末日啊！这是走向毁灭的道路啊！这是走向阿鼻地狱啊，这得了？也太可怕了！啊，最后一条，待众生苦。那现在人什么想法了？损人利己。这个待众生苦，跟这一条完全相反。应当舍己为人啊，这是对的啊。啊，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啊。这是还原观上，贤首大师把性德归纳成四条，佛通常跟我们讲的就是十善业，性德就是十善业。啊，十善业与还原观上这个四德完全相应。十善业道经上教导我们，我们有没有把它落实？有没有在真干？真干，那叫真的学佛，依教奉行呐。啊，有些人想干，不晓得从哪里做起。在中国，我们的老祖宗也教我们，跟佛法基本上是相吻合的。啊，那我们学习
从老祖宗这个浅显的教学上下手，就不难做到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教我们孝亲尊师，那是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，而且是基础必修的教育，人不能不学。啊，感应篇是因果教育，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啊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。你真参透了，你再相信。啊，你才知道断卧修善、忏除业障的重要。你今天学佛，为什么没有进步？或者是为什么进步那么慢？都是你的业障在作祟。业障障碍住你，这是第一个因素啊。啊，冤亲债主来找麻烦，也来障碍你，那是第二个因素。所以，只要把自己的业障消除，外面冤亲债主很容易化解。业障不除，你的冤亲债主不会原谅你，你还继续在作恶。啊，假名学佛，拿佛法做掩饰，人家更瞧不起你。这麻烦在这个地方啊。啊，有儒跟道的底子，十善业就很容易做到。啊，古人学佛，100年前的人，怎么讲？一个世纪，100年前学佛，那个学佛的人，成就的人多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们受过这个教育。从小父母大人就教啊，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生长在农村，啊，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打架了，也吵吵闹闹的，啊，路上的行人，走路的行人看到了，哎，就来教训我。我们那个时候，大人教训都乖乖地听着，不敢反抗啊。啊，等我父母发现了，对待那些客人感激啊。你说那个社会多和谐。啊，那个社会都好，
孩子、父母管你，你家里面的人管你，外人一样也管你。小孩走到哪里，那大人都管你。在今天社会没有了，现在父母管不了小孩，老师管不了学生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个现象多可怕！啊，让我们深深体会到，事出世间，古圣先贤呢，那么样重视教育。我们明白了，啊，人是教的好的，也是教的坏的，看你怎么教法。啊，现在小孩都学坏了，啊，谁教他？电视教他，网络教他，啊，家里人不管了。哎，现在教的小孩很可爱，很活泼。啊，十年二十年之后，麻烦就来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我们再接着看下面，凡圣虽同居此土，而且所作与成就啊，这迥然不同。啊，怎么不同呢？下面说了，在极乐，则同净无明，同登妙觉。妙觉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啊，比等觉还高一层。极乐世界同居土的往生的这些大众，他们天天在学习，不断在提升，要提升到妙觉位，无明习气断尽。回归常寂光土啊，回归自信的，这是他们的所作，他们的成就啊。故知同居净土之同居，胜于此间无量亿倍，这真的不能比。啊，那再看看我们这边同居土，有此土之凡，这凡夫六道啊，包括地狱、魔鬼、畜生、三恶趣，这三恶道啊。而彼土同居，则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十？这是无量寿经上的话啊，不是弥陀经上的啊。西方世界恶道的名称都听不到，哪有这回事情呢？是得往生者不复更入三恶道，永离恶趣啊。即使你待业往生，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甚至于你生到边地，你也是不服更入三恶道，永离我去了。
这极乐世界的出生。啊，不思世间众生呢，生死海中头出头目，辗转卧道苦去时常也。啊，不像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，六道轮回就是生死大海，头出就好像你在海里面。头冒出来，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这是什么？三山道，立刻就沉下去了。所以在六道里面，你一定要晓得，你在善道的时间很短，你在卧道的时间很长。你看善道里头造了多少恶业，道三卧道把这些恶业消清了，啊，然后你就出来。出来的时候又造恶，啊，出来的时间短，造作的恶业多，啊，又下去了。所以，六道里面众生呢，你家在哪里？家在三恶道啊。出来是旅游啊，是出来观光旅游啊。那这一次出来观光旅游的时候。遇到佛法了，对，无比的殊胜了。你要能真正掌握住了，那你就永离三恶道了，永远呢超越六道轮回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如果不能把这个机缘把握住，那你就一定要知道，你还要搞继续搞六道，啊，还要继续。在三恶道里去待，待的时间非常非常之长，苦不堪言的。啊，真正觉悟到这个，才真正会发菩提心，真正肯念佛，真正肯放下了。菩提道上，要靠自己啊。自己不真正发心，真正发愿，佛菩萨都帮不上忙。啊，真正发心了，就感动诸佛菩萨。啊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找有缘众生。什么是有缘呢？真正发心发愿的，就是有缘人。啊，那个愿心发不起来。啊，真心发不出来。啊，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没法子帮助你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里。